你又来找我干嘛？哎，你别抢我东西！你别抢我！你给我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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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不是抢劫犯，怎么不是呢？我刚才就看到了，还不是？你不用怕，报警，现在就报警！别报警了！为什么呀？他是我前男友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前男友？ 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前男友。喝水吧。今天，谢谢你。哎，谢什么呀？咱俩什么关系？ 就是大街上我不认识的人啊，碰到这事儿我也得管。哎，你跟他分手了，他怎么还来找你啊？他原本家里条件还算不错，可就是爱赌钱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次想让他陪我出去旅游。 所以耽误了他一直关注的股票，遭到了亏损，他就认定是我命硬，影响了他。后来因为他的经营不善，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，他就开始酗酒，每次喝完酒就跟我大吵大闹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 就跟他提出了分手，他就认为是因为我影响了他的运势，所以他今天来找你就是管你要钱的，然后你不给他，他就抢。那你怎么不报警啊？这种人你不能任由他欺负，你有一次就有百次，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 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做事不择手段。我还有家人，我不能不考虑他们。哎呀，真的太过分了！我跟你说，人渣！你不用担心啊，从今以后，咱俩一块上下班啊。我要再看到他，我就见死大一次。我还不信了，邪不压正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